我从屏东来，然后我的家乡在牡丹乡，在水库的附近，就是嘎巴丹部落。那我今天来到这个活动，我非常的感动哦，因为在我大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同学呢，丸子，他们自己在家乡有一群年轻人，非常的热血，然后为自己的家乡出力，拉着身边的年轻人一起前进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然后已经走了十年了，他们还继续的。一直走在这条路上，我刚刚在旁边跟他在聊，我就说：“你们办了十年，有什么样的感觉？”他说：“每一年呢，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这样哦。”然后我在现场也看到了他爸爸妈妈啊，我们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爸爸妈妈，好，还有王子哥哥、弟弟，好，乔青椒，好，全家一起来付出哦，一个家庭呢，全部都站出来了，你就会先感动你的家人、邻居，然后到外面。到甚至你们有一些，从各个地方来的人一起来到这里来祝福哈。可以，一二三，可以是。那我带来第一首歌曲啊，我的自创曲《悲伤财富》这首歌也是写给自己家乡的，然后也写给年轻人。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站在自己的土地上。Oh,